is all we've known. 乌云，谭角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。谭角，谭角，谭角，谭角。我怎么又回来了呢？时间旅行是真实存在的，我去过了。谭角，谭角。我又穿越了，你家变成了什么复活点吗？等一下，所以说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我们应该是触动了某种关于时空的力量。那么等你们再回来的时候，就不是之前的那个未来，而是那个被你们改变之后新的未来。闭上眼睛。去感受一下另外一个宇宙的你。所有离开这里的人都会失去关于这里的一切记忆。这个世界真的改变了。乌云，我要在银河里面迷路了，怎么办？如果两个人身体里的周原子是来自同一个行星的星辰，那么他们